今天是雪璇兔兔陪我们来家乐福喝咖啡哦。珊珊也请他们两个一起喝咖啡哦。还有另外一个敏敏也在哦。黑糖脆脆热拿铁，每一杯新台币65元哦。In Love Cafe， 家乐福品牌，乐福跟家乐福的乐福音是一样的。米妮也登来咯，黑糖脆脆热拿铁是家乐福跟黑糖岛联名，使用100%雨林认证咖啡豆，加上黑糖岛招牌纯黑糖蜜，让咖啡带有黑糖香气哦。最上层还有绵密奶泡，撒上黑糖脆脆增加口感。嗯，奶泡非常的绵密，咖啡好香哦，而且喝起来竟然有脆脆的黑糖，好喝。So cute， 很温顺的咖啡，微苦，微甘。哇，这个好大的，图示哦。这边还有磨豆机哦。今天是雪璇和兔兔陪我们一起来喝咖啡哦。家乐福跟 Spy Family 间谍家家酒联名，我们买了两杯热美式咖啡。买一送一哦，所以两杯才新台币35元。嗯，咖啡的香味。超小杯的饮料在这里。嗯，好可爱哦。阿尼亚耶尔，那个是黄昏嘛，吼，阿尼亚的玩偶啦，娃娃啦，可爱哦 ，In Love Cat， 家乐福的咖啡。没有什么苦味耶。